정확하고 우아하게. 还在抖，还在抖啊！漏电了是吧？没出电，还在抖。老弟，你不行啊，老弟。抖啥呢？你抖得赢我呀？我是抖一级，你抖不赢我呀？我是抖一级也得试一级。给他混两波线吧，先买个药。鳄鱼现在伤害很低啊，卡死你他妈，他妈难受。喂，应该抓过鸟尾，我有四级，八级，你别死了。啊，对对，他也死了。妈，你死了有点伤呀。你不大，我只能说。Double kill。Q 空了就很伤呀。你吓我好吗？你把我吓个半死，他妈 W 居然空了，吓死我了！这个渴死人呐，这个鱼。这个兵呢，我看歪了呀，我眼睛不好使，看歪了。哇，无缝双砖。제압되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번개처럼급소를찌르지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给我戳一下呗，别站那么远了。눈깜빡할새가줄게这不灭已经持续好久了，持续半分钟的估计。没办法，不敢出，出的要被他打。是只能这样换血，换的还频繁的会被爆呀。
아군이당했습니다鳄鱼还是厉害。说过，没说过这。开了。哎，我应该不让人投的，我让人投导致我妈的，也还行吧，打花闪。我不来了吧，这波我不想过来，浪费时间。我现在是亏的呀。为什么鳄鱼伤害这么高啊？鳄鱼一套艾克满血变变残血。算了吧，我再续了好像也浪费时间。我要推线呀，我这线很亏呀。这台挺痛的，想回家一步，我不回家挺难受的。他好像不让我回家。这也敢咬啊？胆子挺大呀，这个。一辈子回不了家，这一百秒回不了家，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到底该不该亏不回家呢？哎，我也不知道啊。算了吧，亏了算了吧，钱已经够了，其实我一个装备就可以，帮我开个门，可以吗？亏一波算了。我管队友其实也没法阻止鳄鱼把他秒，因为我伤害不够，我没伤害呢。不回家很容易被秒。他怎么还有闪现？应该说他没有闪现。他刚不是上闪现秒了吗？算了，一样的，没去。这个机过来 TP， 这画面我见过呀。物是人非了。哎，艾克打野太垃圾了，艾克打野什么版本还玩艾克打野？先锋藤要白给，不止先锋白给，我可能也要白给。回手吧，来得及吗？来得及，没有人帮。这个鱼把我带过来了。你刚哥就问你立不立功吧，这不决定胜负的游戏了。一个鳄鱼，那先锋藤打不明白，还把队友给害了。他如果不过去，我应该是不会去先锋那边看的，因为先锋那边我觉得人多。这个鳄鱼把队友害烂了，这个鳄鱼。69根来了，哈哈，啊，其实我跟三六九也算认识，我都不好意思一直黑他，但当个梗去玩，他应该不在乎吧。三六九性格挺好的。啊哦！哎呀，像我们这种主播吧，难免得紧跟时事，什么东西沾点热度就得锐评你，锐评吧，除了骂也没什么好办法。大陆，我认识他呀，我跟他说了过呀。虽然交情不算深，但是表面上其实我跟他说话都挺客气的。
我对他好感也是比较足的。他特殊认识，超管推荐的，斗鱼推荐的，斗鱼拿了皮条。这 TB 哇，有 TB 亮的呀，吓我一跳。唉。这当然是不讲鞋了，但是我要出提亚马特呀。一个表面对你客气，表面上客气就够了呀。网友嘛，表面上客气还不够吗？有啥问题吗？一般找我回复什么东西的，我一般都会回复。要是你是个公众人物的话，一般不可能让你冷场。但是我本人实在是不爱社交，因为游戏已经够我玩的了，我一天玩好多游戏。我一天玩三个游戏，一个手机游戏，两个电脑游戏，感觉生活已经很充实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我玩原神，我玩英雄联盟，原神，还有一个梦幻西游手游，玩这三个，一天要浪费好多时间玩这些游戏。啊，他居然不冲下来！原神不是电脑游戏吗？原神是手游吗？哦，手游玩原神，他妈手机不要了啊！手机装几十个 GB 的东西，手机不要了。星穹铁道没时间去玩了，本来也能玩，没时间玩。本来官方那边都已经稍微要合作一下，但没去玩，没时间玩。哎，这不哲理怎么把我爆了呀？哲理这么给力吗？射死他！哇，我好脆呀，脆的跟纸糊似的，真垃圾！今天没装备之前太垃圾了。为什么这么脆呀？我一般合作玩上瘾的，我一般都会玩原神，就是合作玩上瘾的。我现在一直在玩，我都59级了，去年8月份7月底的合作呀。我虽然不玩铁，但是我经常刷到铁，不知道为什么，老想勾引我去玩啊！这些坏女人，铁道里面的坏女人老想让我去玩。
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就是不玩没时间玩难道玩他爆了呀这鱼这伤害有点摁了开什么玩笑呢鳄鱼想把我单杀呢好像也难度有点高应该是要出问题了兄弟们操呀为什么这么能捏啊这个人啊有点烦人恶心到了队友怎么都要投了呀杰斯这英雄很厉害玩一会儿等我哎呀那见你出战出这不出战斧吧打团能力太弱了拆了战斧征服的打团强一点一点作用没有这边哲理有两个辅助两个前排他玩的舒服死根本没有空间去玩带不了线两个塔都是残血但凡吃个二塔我都发育起来了一直吃不掉了一直跑啥因为没有输出呀因为这神分只能一下下摸爆发太低了是得跑感觉鞋子得早点出啊这个鞋子一直没做出来难受死这个也是没 TP 的这怕在下他不好搞红了红了也没用啊打不赢我了伤害不够这个折力这东西还能这么玩没办法我们这边有个送的没辙我们这边艾克像送的不像玩游戏的有点难打中塔那边都爆了你个刀都不会补了这个哲理是有点处理不了我们这种处理哲理怎么处理都是一些软英雄太软了这些英雄哪里换个位就好处理这种不好的哎也就打野这英雄选的不好打野上单选的不好别的几个人你要说毛病嘛也没什么毛病打野上单决定阵容决定阵容的类型哇塞这么狠啊这会一个装备能秒截是两个装备将近三个装备没办法伤害太高了我应该要削了吧真无脑麦克又要爆了 AD 也要顺便送掉那要被一波了呀这边他妈两个人守我塔我真笑了玩毛啊你们这玩得太失败了呀真的好垃圾啊峰哥好不容易发力你玩得这个样子那我稍微带一下吧你要指望我去吗不可能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적의 업체기를 파괴했습니다. 能拿过一秒啊？不过任务已经完成了，跟对面人把猫带走了，没什么用、啊。真处理不了跟那个，太难了，实在是猛。我说过来是补钱的，我任务已经完成了。秒表反正打不了，带线也不好带，因为对面有个位，但也没办法，只有这一招了，也没有别的招了。能不能看我？反正我现在 TP 也不能帮正面，用不用的还好。那队友一直给他点信号，我能怎么办呀？一直给他点点点的，都不知道干嘛，搞不懂，疯狂点信号，人都懵了。胃好像来了呀，我得接着带了。别死啊，别死！哎，你死吧，死吧，全死了，一个没活着，全死了，死得好，好死！歌姬这么会赢吗？把歌姬办了吧，大唐有点厉害、啊。我前面那把打永恩那把也是输给歌姬的。这好像作用有点高了。哈哈哈哈哈！好，野驹。